这就是你们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是在倒退。那你们这个没有关系。还是主要是问是你们是里面的一个里面的一个。你们这场要的问题是万万的，那你们都会从班上拿起的要求，自己真的自己要求。如果你们这样要倒回来。你要倒回来，从哪里看电视才能发现？只有从某一个角度，命看着前面，是那意思。所以不是细心观察，是会露出马脚。是细心吗？只要细心，还是你讲全到了？那从你前面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看第一个人跟最后一个人。所以他是因为不细心，可是其实他，我们想到更多，更多的，他一个角度想，对，啊，很好啊，这样是不是太细心了呀？又多了，你们就是看到他小的。就
自己，你们拿到作品了吗？自己的，是吧？认真来，这一组同学们可以了，你马上来，快点。并且不要边走边做，也可以跟位老师配合指导。